哇，非常多，会不会很壮观呢？表面上是有点焦香焦香的。一伸手过去试到了。来来来，那瑞妮一个 message 来就跟我讲要吃饭袋是好料了，最后两张了。不过不用紧，我找了一个咖啡可以谈到他的，环境和 service 都很好，那个鸡扒是很好吃的，最重要一样东西，这里搞得定。杰先生，我到了，准备好了噻。啊，不要问这样走，再跟我来。瑞妮，你看到有感觉吗？有感觉，走。我刚喝了几位？三位。这里不是咖啡的吗？不过也蛮精致，现在。哇，还有 olive 哎，还有楼上耶，这边。走，带你上楼吃鸡扒。站起来看是很顺利啊 ，Rainy， 这是花，那个是楼梯啊。过我们大 lift。是当外月领智商吗？哇，这边还可以打卡嘞，非常多 ，blackbird 很壮观嘞。哇，这里也是很美，一个月亮。这里是不是很漂亮、很壮观嘞？对啊。哇，全部都不是我的，走，去吃东西。来，林仔，我等一下，这个是你们招牌鸡扒是吗？我们招牌的鸡扒的话，它的酱是自制的，我们是用牛肉做的。哦，这样我要来一份啊。然后我们的配料可以选两种，或者二种可以选。哇，这样多配料！我要两个都 match 配料。那你帮我把你们餐厅最好吃的全部安排上桌。好的。谢谢你 ，menu 哦。哦，明白了。你看，可以配面，或者可以配饭，可以选薯条啊，还是那个 mashed potato 啊，有十二个选择。By the way 啊，这边不是 cafe 吗？没关系，吃就好了。店里采用 flavor 来搞，肉质会更好。这个是我们的 free bar， 给你们 test 我们的 mushroom sauce， 还有 red pepper sauce。你看到吗？餐前有 soft 面包，这就是你要的仪式感呢。所以我们先吃一些 appetizer， 先看看摆盘，那盘也不是简单的。暂时很顺利，等下应该更满意。这是波士鸡扒，有一波 creamy pasta。你看一下是不是？食物的摆盘都很漂亮，饮料颜值也很高，有 milkshake mojito， 什么都有。mojito 嘞，这边有。就引导我讲什么 ？Mickey Mouse， Mickey Mouse， Mini Mouse， 你就是我的 Mini Mouse。Matcha Music， 哇 ，Matcha 的味道很香。哇，来看它的鸡扒，表面上是有点焦香焦香的，然后还有这个纹路 ，grill 过了。然后最重要的是，就是它鸡扒这么的大块耶！哇，这个鸡扒里面这么的厚哎，嫩嫩的，看到吗？嗯，嫩哦，是不是有惊喜嘞？超级的猪血，它这个是它的自制的 sauce， 特制 sauce。它这个酱哦，它吃起来真的是有一点点像 tomato sauce， 有点酸甜酸甜的感觉，但是又讲不出是酱是吗？因为这个是只有这里才有的。嗯，还有令人最满意的地方是啊，按照他讲的 potato 加 potato。啊，我的这个 pasta 呢，它有给五个 meatball， 特别在于是他们也是自制的。嗯，猪肉丸很有口感，里面也像还有一种菜的，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很香那种。果然如这个菜名 ，creamy。好，我是启真，这是我们的 Happy。这样打字看一下手机，哎 ，iPhone 来了哦。看这里的摆盘啊，颜值啊，就是就像我们的颜值那么高。嗯，这个自制的猪扒，它的 side dish 就是放 spaghetti 薯条，里面肉水满满。其实自制的看得出来，它有那种手打的感觉。里面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它吃的是完全是腌制过的料，很香，很 juicy。来，好不不哥，解开它的封印先，上面还有 onion ring。哇，一伸手过去试到了，然后很多汁，那个鸡扒比那个面包还大个。哦，只是那个鸡扒，还有那个 sauce 的味道，已经够了。这实际上是 B B Q sauce， 很够浓郁。是我们这里的套餐叫做 Mickey Burger。如果你想一次过吃完我们刚才所有的东西啊，这个还是加强版，有我们刚才吃的那个猪肉饼、鸡扒、veggies 啊、午餐肉。还有我的好朋友 sausage， 哇，真的是 sausage ribs， 分量十足，哇，手都震了。这酱单份 platter 可以四个人吃，才158.9。Yeah， ready 满意吗？不错不错。OK 了，给钱了。你满意是最重要的。嗯，这也是我整副身家，你帮我处理好了。拜拜。才两张啊，就是要我贴钱呐、啊。算了，我满意。